让那那先背过去，然后酝酿一下情绪，然后回过头就看那个镜头，就把它当做那个对象，好不好？那个亮绿灯那个，对对好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弹幕前的各位也请准备好啊！来，三二一，你不要跟我说话了，有后睡啊，不好意思。这是生气吗？我觉得比较像撒娇哎。你生活当中生气真的会这样吗？应该不会吧。不是生气，我生气真的生气就是会安静，不说话，别跟我说话就是。别跟我说话，怎么样？大家他们说，好了，本来就是撒娇，哎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段吧，第二段不是你自己。啊？我要模仿这个你要模仿皮卡丘啊！皮卡丘，好了，是不是一直在循环？好了，我那我们设定一下场景，就你模仿皮卡丘，然后你去安慰一个小朋友，他可能在哭闹，然后你会用就只能说皮卡丘，但是用语气的方式去哄一个小朋友的这种挑战。皮卡丘，哦，明白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对镜头说什么？是的。那我怎么用？要随便捏一下就好。要捏，好实在哦。好。一二三。皮卡丘，不，皮卡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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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觉得这个小朋友会哭吧？看我之后会哭，真的。没有。那问一下弹幕前各位小朋友，你们会哭还是会变开心呢？这个看看，就是这个姐姐是什么东西？没有，他们说姐姐好可爱，都超可爱。看看，他说不会啦，会开心，看开心。你看你们开心，我就开心好了。居然有人打了个救命，是怎么回事？可爱过分了是吗？好，接下来看一下第三个。那时候，男嘉宾李露秀。我的教练学员是。别爱我，没结果。那个是什么？让你模仿这个别爱我没结果。别爱我没结果。对，你用你自己的方式来传，来说一下吧。你可以用任何的方式。别爱我没结果。怎么？你是要准备好了吗？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李露秀。别爱我没结果。要不用给我撑腰，给我朋友撑腰，谢谢。哇哦！不好意思，李露秀，现在他已经飞回家了吧？应该吧，反正我看到他下台的时候，就整个人是飞的那个状态。对。好，你觉得自己这个模仿怎么样？生活当中你是一个喜欢模仿的人吗？我不喜欢模仿的人，我只是看情况吧。我这个表情，我的表情全部都是自然的反应，就是我，是的，没有放心。是，接下来有算是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个升级，就是我会念一些场景，然后你跟着我念的场景去做一些表情上的反应，好不好？好。我觉得接下来也是一个名场面，朋友们，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弹幕前的各位。好像那个我要演是吗？对，要演。我要演。要演。我要在这儿演。你想在这里还是在台前？那我在这儿演。好的。好。接下来，我们的反转表情剧，镜头会给到你的表情比较多啊。来，弹幕前的各位做好准备。奶奶来到了传说中很好吃的雪糕店，发现门口排了很长很长的队，等了半个小时，总算快排到自己了。这个时候发现竟然有人插队。你是什么东西？没看吗？我们在排队。这个不对劲，这个不 OK。 然后呢，终于排到了自己，发现竟然有自己最喜欢吃的草莓榴莲味的雪糕。懂了，草莓榴莲味的草莓榴莲味哦。我
应该我不喜欢吧，我喜欢草莓、okay. 然后我也喜欢榴莲，但是放了一起草莓榴莲味有点奇怪奇怪。好，草莓味，你最喜欢的草莓味。好，总算你要最喜欢是吗？对，总算能拿到自己最喜欢的草莓味的雪糕了，拿到它了已经。嗯，然后边往外走，没想到出门时摔了一跤，雪糕掉到了地上。好，你自己结束这段表演。最后就是看天堂，然后就假装没有他，是吗？没有他。妈呀！所以你喜欢吃草莓，喜欢吃榴莲，但是草莓榴莲就不 OK。不行。如果有一个甜品师，会真的精心的为你把草莓的味道跟这两个味道放在一起，你愿意尝一尝吗？应该分吃，先吃一半，我下午再吃榴莲。啊，是，就快乐还是要分两份的，不能合在一起。是的，不能合在一起。嗯，是，好，我觉得刚才你这个镜头反应的表情也很到位。这个除了在这个创造营里面有看到之外，还有就是姐姐妹妹的舞馆，里面也有很多精彩的表现。所以现在也是一个既会跳舞也会武术的奈奈，对不对？会了吗？会一点点，会一丢丢。会一丢丢。哎，我发现说到武术，你的普通话都说的比较溜了。我有那个，你看那个比较惊险的那个，然后你普通话一下说的就很溜。是的，发自内心的一下。是的，因为每天跟朋友聊天吧。嗯嗯，所以就跟他们学习。跟他们学习。是的。嗯、所以现在打得还行吗？打武术开心，挺开心的，在那个节目中挺开心的、挺开心的。是的，因为也是我第一次学到新的技能是能有大招能放放放放不、真的没学过，没学之前没学过。那既然都说到这儿了，能不能给我们展示几个咏春的动作呢？咏春哎、好，你学过吗？我没有。真的啊？真的没有。那我所以你是老师，我在旁边看看。别说不是老师啊。学姐吧。好，学姐就是咏春呢、第一个重要最重要的点，你给我们要尊重对方。是的，就是在那个有放音乐，我的天，这气氛一定要带到。好，就是我们要尊重对方，就是用然后就说了，我帮你举着话筒好了。然后就说咏春，是这样。但是如果反过来这样，这个是挑战的意思。哦，如果我先挑战你的话，超过的话是先挑战你。明白。那我们就对打。是的，这个是很重要的点，我们要尊重对方。咏春。好，就这个吗？啊，还有。哎呀，好。还有是什么？不能让我们老师丢人丢脸。好，还有冲唇，咏春它是一个中心线是最重要，中心线是的是要这样，然后这样打，是的，不能就这样打啊，是的，我们要这样打，这个就这样。你打得好像还我票票权啊。这其实是好的意思是吗？是好的意思。不是，我在拿吗？这边就这不太方便。这样你先展示一下，然后再讲解好不好？好。嘿，哇，哈哈哈哈。有学会吗？大幕前的各位。还有最后一个是蹬脚。等找这样动 OK、镜头是不是没有抓到？来我们再来一下。哦，好，差不多，如果想学习的话看我们姐姐美美的舞馆。是，为什么有大不写学费了？你们太会玩文字梗了吧？你知道学会了跟学费了是两个意思吗？不对，是有什么不同的意思吗？学就是我会了、我会了啊，好不好？对，今天学到了，太讨厌了，学费了，学会了。如果说发音没发到位，说成学费了，老师听到可能会不开心。
一定要是学会了。学会了，你们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学会了吗？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刚才算是在节目当中学的一些咏春的动作给大家展示。那在节目当中跟自己的这些姐妹们一起录制这个综艺，还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吗？或者你今天可以也可以爆料，有没有想爆料的？好玩的事情，复杂的事情，我觉得是对打就是好。我们真的要对打，真的打，是的，真的打，还不。我不能是那种啊，不是真的，真的就是要穿那个保护好自己，穿那个什么头盔，头盔是的，然后要对打，对对对打，能真的踢，是的，但是也好好玩，我们每一个要对打，这个也是好好玩的。是是是，真的要就是。因为我们学到了咏春之后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跟得上吗？就是能用吗？所以要对打。才知道 OK 我们的问题是在哪。我也是我在学习的时候 OK 能做动作，但是对打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情况，他们对方怎么打我，就是这样，从哪里过来的，是的，所以要对打，要练习啊。刚才如果说教的动作是一些形式的话，真正的对打才会知道力度和各方面会怎么样，是的，这样才真的是。